林东可是咱们学校全年级第一，你和林东组成一个学习小组。大外甥，我就方老师，你开玩笑吧？全错零分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正常发挥。必刷题，小外甥世界搞不懂。你为什么不拒绝？你为什么不拒绝？我一个倒数第一，我拒绝有什么用吗？咱们学校的篮球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三门以上不及格的，全都不许参加篮球比赛。原来太是时候了。已知 A 大于零 ，B 小于零。这个呢？这个呢？那么定点 F 呢？就叫做抛物线。这样的人在我们班，整个班的水平都会被他拉下来。我让蓝建辉的成绩前进100名，而你前进1名，怎么样？哎，以你现在的成绩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名额只有一个，我只需要最强的球员。居然冲进了冲刺班！高二五班篮球队正式成立。我先去做个习题。哎，